前，歌手兼演员李生基接受媒体采访，表明了可能无法重回新西游记的意思。在2015年推出综艺节目新西游记时，李生基算是元老成员之一，但随着入伍服役，自然而然地从节目中下车，算是罗映锡 PD 军团的一员。粉丝们也一直翘首以盼着综艺感十足的李生基重回节目。生基在采访中也透露了对节目很深的感情，他坦言自从第一季之后，节目已经做了很多季的改版，目前风格上已经定型，就算加上了我，也不一定就能保障达到很好的协同效果。并笑言，从长期做节目的角度来看，互相之间的契合是很重要的，我虽然已经退伍了，但貌似还没有完全适应日常生活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